句话都是爆料。上次采访的时候有说过想演仙侠剧，然后想要一个仙气飘飘的造型，然后马上就接到了。这个你们就不懂了，一般都是已经接了才会这么说。What the fuck？你以为我是不是通广大？我想接什么接什么。我突然就悟了。